这次战役的胜利，一定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。鲍满忠，你越来越像是一个日本人了。感谢您的夸奖。报告长官，鲍家帮帮主鲍大海来了，他想见鲍满忠。 去看看，爹，阿忠。 还知道有我这个爹呀，爹，对不起，孩儿不孝。好了，起来吧，不要让外人看笑话。爹，您原谅我了。家财易舍，骨肉难弃，你是我的儿子。 你就算犯上弥天大错，爹也会原谅你的。爹，您一定要理解我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鲍家帮啊。爹明白，爹也想通了。投靠日本人没什么不对，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？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爹，日本军队马上就要攻下上海了，他们答应我。 以后上海的治安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好啊，看来我的儿子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。鲍帮主，今天你来不只是为了鲍满忠吧？我想我儿子了，过来看看，啊。 顺便有些事想跟你们谈谈，谈什么？谈合作。哼哼，请坐。鲍帮主，怎么突然之间想起和我们合作来了？东山先生，我们跑江湖的只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生存。 谁给我们饭吃，我们替谁做事。现在上海的形势已经很明了了，我不是个傻子，我看得很明白。鲍帮主，打算怎么个合作法呢？我们鲍家帮在上海的势力，东山先生也很清楚。不过国民政府一直在打压我们，我已经受够了他们的气。 现在你们来了，我想看看你们的诚意。鲍帮主，只要你们鲍家帮愿意归顺，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我亲自来找你们，就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。你放心，我鲍大海的态度就是鲍家帮的态度，没有人会反对。可是我听说。 你的女儿鲍满春，是一个坚定的反日人士啊！啊，她还年轻，不懂事，她就知道跟着别人凑热闹。我已经狠狠地教训了她，我让她以后不要再跟唐玉景他们瞎混了，啊，免得惹祸招身。如此说来，鲍满春也愿意归顺我们了。你尽管放心，她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爹。 我的话，他不敢不听。鲍帮主，口说无凭啊，你总得有所表示吧？那是当然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哦，我可以让我的手下成立一个城市别动队，为皇军效劳。只要挂个电话，他们马上就过来。好，鲍满忠。 你马上陪你爹去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立刻过来。好的，鲍帮主，请。
爹。喂，是阿春吗？刚才我和东山先生说好了，你现在就带他们几个过来。现在？好的，爹。爹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好。怎么说？我爹让我们现在就过去。现在就去啊？你们都过来看。过来。大姐啊，你们救出蔡将军以后，就从这条路去紫罗兰设立俱乐部。我和老妖会在那里接应你们。嗯，到时候会有一个排的国军兵力掩护我们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一个排他是多少人啊？30多人吧。这么少啊？现在前线吃紧，能调一个排已经不错了。那也不能就给30人啊。你们放心吧，只要你们安全的到了紫罗兰，就不会有事了。鬼子现在兵力不足，不敢轻易的进了城去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出发。好，走。你真的相信鲍家帮会归顺我们？当然不信。为什么？我很了解中国人。鲍家帮虽然是个黑帮，但是很讲究江湖的道义。现在鲍满忠归顺了我们，已经触犯了江湖道义的底线。鲍大海就算是他的父亲，也无罪可赦。他们可是假意归顺的，一定有阴谋啊！我不管他想什么，既然他们送上门来，我们就好好款待他们。鲍家帮的人吗？我是鲍满春，我爹让我们过来的。我们要搜身检查，走。把手拿开，男人可以搜，不许动我家小姐。今天不管是男是女，一律搜身。下。不许放开！不许动！不能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不能动！不能动！干什么？快你们！不能动！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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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动！不能动！不能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你们！不能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了不起的啊！不许！不许！不许过来！回去！后退！不许过来！好了，说你的，别过来！小虎，算了，别闹事儿。我让你们搜，给我搜。等着，我去通报东山长官。小姐，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？陈
我们以茶代酒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。 报告长官，鲍家帮的人来了。你稍作片刻，我去接他们进来。好。爹，我陪他去。阿忠啊，记住，别和阿春再吵架。爹，我知道。 爹在哪儿？爹在情报处的办公室，他让我来接你们。跟我走吧。等一下，社长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以为他们真的来投靠我们吗？你太天真了。社长，我爹是和皇军来谈合作的。鲍大海恨不得杀了你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这不可能，他是我爹。 他怎么可能杀我？这绝不可能！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问问鲍满春啊。鲍满忠，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，那就让我帮你清醒一下头脑吧。 把你的枪给我，鲍满春，我数三下，你只要跪下求饶，我就不杀鲍满忠。 但是你的手下都得死，我现在就给你这个选择的权利。一，阿春，你不是来投靠皇军的吗？二，阿春，我是你大哥。三。 鲍满忠，你现在知道了，在鲍满春的眼里，你这个做大哥的生命，还不如他的手下重要。阿春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来是为了杀我。 你是个叛徒，你该死！你们都想让我死，你们这些骗子！鲍满忠，我现在给你一个表忠诚的机会，去把鲍大海杀了。嗯？ 带到边上，全部枪毙。是，把他们都带走。带走！什么？什么？鲍满忠！
长官。枪声，阿春他们怎么了？他们都是骗子，他们都会死。你说什么？你也会死。这边，鲍鹏主还在这儿。开枪吧！你以为我不敢开枪？我不杀了你，日本人就会杀了我。狗崽子，那就用鬼子给你的枪打死你爹！来啊！你根本不配当我爹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干嘛？你也是为了杀我！放住！唐玉姐。今天就替鲍家帮清理门户。你是我爹，你要杀我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唐玉锦逼我的。唐玉锦，心狠，你死了比你活着作恶的要好。爹，我不怪你。阿忠，阿忠，thank you.
峰呢？被救走了。混蛋！一群废物！嗨，东山君，司令阁下，蔡子峰被救走了，属下失职。没关系，蔡子峰已经不足畏惧了。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登陆了。很快，上海就会成为大日本帝国新的领地。报告排长，师部命令你们立刻撤退。出了什么情况？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上海了，再不撤离我们会被包围的。你们不能走，营救蔡将军的人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要在这儿接应他们。师部长官的意思是，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影响我们一个排的安危。住口！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恳求你们再等一会儿。军令如山，对不住了，我们撤。为什么撤了？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上海，他们怕被包围，就撤了。难怪他们老打败仗，一群胆小鬼。战斗！开枪！
别动！他们呢？进屋再说吧。老丁，你快说呀！唐医生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他们被鬼子抓走了。阿宝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们一定把他们救出来。别着急。再想逃跑了。绑绑那么紧，你们到底是有多怕我呀？你是一条疯狗，疯狗是会咬人的。对啊，我是一条疯狗，专门咬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日本鬼子。死到临头，嘴巴还这么硬。唐玉锦，你不愧是我钦佩的敌人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以前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很恶心，但是今天我突然发现你说的话比你的人还恶心。让我看见你这副丑恶的嘴脸。好，我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死的，我会慢慢的羞辱你，折磨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这帮日本人的智商，就凭这点东西，能让我唐玉锦服软吗？来点大的！唐玉锦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啊？英法战争百年的时候，英国的弓箭手十分的厉害。给法国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法国的士兵非常的痛恨他们。每当抓住英国弓箭手的时候，法国的士兵就会切掉他们
用来拉弓箭的中指作为报复。嗯，山本君，你是我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，只有你才有资格惩罚唐禹锦。现在我把它交给你，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乐意效劳。听说过关于你很多的传言吗？原本我认为你更应该死在我的枪下，可是现在你没这机会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黑翼的衣服。黑翼不是唐禹锦吗？是的，他是这座城市的猎人，也是上海人心目当中的英雄。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毁掉这个英雄，彻底击垮中国人的信念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带走。别动！让你们，你们是要干什么？都想死吗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不要着急，明天就送你们上。啊！带走。
铁蹄已经踏入了我们的家园，他们为所欲为，无恶不作。我们的城市英雄黑翼也被鬼子抓起来了。黑翼是为了营救国军的蔡子峰将军不幸被俘的。作为黑翼的知情人，我想告诉大家，他为了守护这个城市做过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。他曾经舍命保卫国军政府的特派员，也曾经为了找回丢失的城防公示图不惜冒死潜入了鬼子内部，为了对抗日军秘密研制的细菌武器，他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，成功地研制出了有效的抗生素。当日特在上海暗杀反日人时，又是他巧施妙计粉碎了日特的阴谋。大战两年前，日特企图引爆定时炸弹，阻碍国军进驻上海，黑翼用他出神入化的枪法再次解除了危机。黑翼默默地守护着我们每个人的家园，可他挚爱的亲人却在日特疯狂的反扑中不幸遇害。我们的英雄现在被吊在鬼子的阵地上，被鞭打，被羞辱，被嘲笑。鬼子想摧毁我们的信念，难道我们还要袖手旁观吗？如果我们继续沉默下去，下一个被杀的就是我们。我听说唐医生被吊在鬼子的码头上拷打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快去救他呀！阿宝，阿宝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已经有计划了。明天一定会把唐云锦救回来。什么计划？你先看看这个。